他现在那个，我妈妈现在没有平，要不要我把它放平？那个床有一点翘起来。好啊。你说那个苹果进来了以后，就放全民了这件事情，我倒没注意到哎。你看现在的报纸。哎，等一下，对不起，我那个下面忘了把它。以前念过一下，大部分都是会靠一个名字。对对，这个我知道。但是 我没有发现现在是全名啊。你去看苹果的是不是都全名？你可以去看啊。苹果可没有打那个中间打个叉叉的习惯。哦。对啊。他，你看他的那个报道啊，没有？嗯讲几次都不会，就是说好政治人物除外啊，你知道犯罪的那些以前都会。加一个叉叉嘛，嗯哼，现在可都没有了。你是说从苹果进来就这样？对呀、啊。哎，这件事情好像没有人提，有人提过吗？还是怎么？我没有注意到哎、欸，我现在写还是打个叉叉哎、欸。可是你去看报纸，现在有在打叉叉的吗？苹果，你说我说苹果啦， uh-huh. 其他的报纸我记得后来我在看也几乎没打啦。Uh-huh. 对啊，你去看现在还有打叉叉吗？我是因为从小看大到大， uh-huh. 他都有打叉叉嘛，所以我写的时候也是用打叉叉。可是你现在我说你现在去看啦， uh-huh. 看现在报纸有在打叉叉的。哎、欸，好像没有了哈。对呀、啊，有没有？你现在有讲、嗯，你有印象了哈。嗯嗯。已经不打叉叉了。嗯。苹果进来真是做了很多的新闻上的改革了。对呀、啊。不自觉，因为大家会比较办理啦。嗯。啊，它比较有，然后它很多图是显示图。以前我们只有新闻的实际照片。啊，现在会比较多那个意识图，就是他画一个人偶有没有、嗯？啊，你没有人，他可以用人偶来帮你画、嗯，或者说大概怎样，就是假如发生车祸、嗯，啊，他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形状、嗯，啊，一个人偶就躺在地上或什么的。因为他又就是不要让你看到血腥的画面嘛。是，不是、哦？没有，我以为是就是他没有照片，他只是示意图。啊，他只是听到这个消息啊，但是他没有在现场。对因为他没有画面，所以他自己画一个画面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就像我曾经上过苹果啊，我有一次走路，在民国1996年，我走路的时候，在中校医院有一个人从前面一个外劳，阿拉从也不要讲啦，就是大陆的啦。我现在有在录音哦。啊？我现在有在录音。哦，那就不要讲了。这样子。对。是不好的事情吗？不是啊，不是不好啦，可是这样子会感觉有个压力，哦、就不能很尽兴的随意讲啊、哦，因为有时候你记错什么有没有，嗯、会有个压力啦、嗯。啊，有的是自己的，只是自己的随便臆测之词或什么的，你这样都录了，变成说、嗯，有时候不是很尽兴，就好像私底下在讲。嗯你这要放上去，变说你这是一个公益，你会有那个诽谤啊、诋毁啊，或者说我们只是用猜的，或者说我们在念一念，啊，可是会不会造成什么？那个就不一样的效果啊。私底下讲的跟公开讲的那种，你就言辞就要注意了，不然我不小心讲错了。那前面呢？那前面你说你。苹果的那个，那有那个是没有啊，我说在讲事件的啊，哦哦，讲事件的啊，我是，但是我自己感觉，但是也不一定说一定事实，啊，如果你是说录音，我就要注意说这个，我要求证嘛，啊，可是那是我看到的感觉，啊，可是这是不是事实，就又是一个落差，因为那是我感觉到，哎，怎么苹果进来之后就没有再打叉叉了。对啊，可是你说是不是有其他因素？这次就不是我能够完全，我只是感觉到我的注意到的是说苹果进来，啊，怎么就不打？以前联合报啦，
然后那个中国时报啦、自由报都会打叉叉。而自从苹果日报，我感觉，我只能说我感觉我注意到的是，他进来之后，哎，似乎就没有打叉叉了。所以那时候你还没有眼睛还看得到，还看得到，所以你那时候就有感觉了。对，哎，你看我差你差多远啊！我有注意到，我有注意到这一件事实。可是是不是因为他们法令有改还是什么？这个就比较深入的、的那个原因就不是我能聊的。我只是注意到说，怎么苹果进来就不打叉叉了？那是不是说他们的法规有变更，还是说什么？那个就不是我能注意到的。还是说他的一个那个打叉叉只是报纸自我的一个业界的自我约束力，不是说强制约束力？那个就不是我们聊你了解的啊，他只是说，忽然发现怎么后来都不打叉叉了啊？那个时期大概是《苹果日报》进来的时候，对。这一点是我只能说我观察到的了。嗯哼。